我是爱老师，做爱不恋爱。你们知道台湾有70%以上的人不幸福吗？好险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。这是我妈，出去吧。这是我爸，这是老哥，这是我姐。至于这位 ，Q， 来，你知道我吗？来啊！我们要不要定一下规则？这种不爱上我。我你送掉啊！哦，这款狗都是你吹乌，那么一点才入去。这种话根本就是违反天性。我先奶到了。那个时候一定是充满火花的吧？我还有《学生路》还没看完呢。其实灭了，就再点燃它啊，就又好。走了，我带你见见世面，那里很多大棒棒。我跟啊。如果你遇到一个人，觉得付出全世界都要跟他在一起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就算他有对象。让我说好不好？我很不喜欢现在的你，够坦白了吧？我觉得我好像只有一再的把你推开，才能知道你是在意我。我们还是不要联络好了。你现在就跟我走后门离开。你喜欢走后门？